好你哦。懂得了，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南岛的信义乡有一个所在叫做丰贵岛。因为日照很充足，海拔高，是台湾种梅啊上济的所在。嘛，因为山脚的小风会顺着山谷为顶头吹。较早若要打梅啊去外地卖，大家拢伫个树仔脚休困，享受清凉的山风。我今仔日的主角孙慧珍师姐，都是伫个家出世大汉，伊伫个厝内是上大汉的，自细汉都爱替爸爸妈妈照顾弟弟妹妹甲种梅啊。日子真无闲，也真快乐。后来，伊出来做工课，结婚，一直到38岁，搁等去山顶生活。是安怎？伊要安尼来来去去的，咱就赶紧来看今仔日的故事。加入此地以后，那个师傅就说，那个要垃圾变黄金啊，清净在源头啊，想说我们这边哦，大家垃圾保特瓶都乱丢，刚开始是我跟我妈妈开始做而已，就渐渐的哈，有在收那个慈济款啊，就每一家每一户就比较熟悉的，就叫他们帮我们，帮助环保啊。他们家有不用的东西啦，还是保特瓶，一些可以回收的东西哦，就叫他们整理好啊，我们再去他们的家把它载来这里，我们统一集合这样。过来。然后再叫那个水里的师兄开环保车进来载这样。刚开始是。有的人比较没有那种资讯哦，当然会比较难以接受了，因为大家乱丢习惯了啊，刚开始难免会比较困难一些啊。但是我们就本身自己做起啊，就慢慢推动啊。现在有的年轻人都是知识分子哈，有的所以说他们就知道要怎么分类。做啊，因为人口很少啊，大部分都是出去外地工作，都剩一些比较老年人的啦，还是一些小孩子比较小的，在这边读书。我们这边一年级到六年级才16个学生哦，有的一班一个，还有一班最多好像不知道3个还是4个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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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身体健康，大家好啦，大家快乐啦。那时候说哎，最能配合的人就是能力最强的人，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嘛。啊，以前你也无用，后摆你家己来嘛，本来我会使甲你配合，我才来当。1940年左右。日本开始在台湾种梅仔，迄个时阵阁是日本时代，梅仔是日本人配饭的传统食物，所以生产的梅仔拢爱运返去日本。丰贵岛的地势真高，适合梅仔的生长，变成梅仔重要的产地。不过后来日本的订单减少，价钱愈来愈低，农民就开始研究每一种梅仔加工的食品。丰贵岛的经济形态也在咧改变。做事，呀，你呀、啊，你唔是讲嘛？你怎么蛮大粒嘞？无我中蛮大，我穿你啥物事啊？嘛紧啊，细条个老哩，我后生。哎，我个蛮中蛮。哎，我个蛮大粒就好去。蛮跳舞的。我啥唔知啊？侬跟你中蛮讲。嘛紧啊！我想讲，中蛮就蛮啊，是。我想讲吼，惊讲哦，你我跟你老一辈都讲讲，中蛮安尼。我都在家的人，出事都十五六、十四五岁啊，开始出事嘞。对啊，阮都爸母做农啊，啊爸母生出来，我算会使算大查囝嘛，会使讲啊啦。因为阮一个大，最侪都王姓爷嘛，啊我算第二个嘛是算大个啊。啊迄阵啊，爸母较瘦，啊讲饲猪，迄阵啊饲猪生活，啊我都爱去爱去割猪菜，因为阮妈妈迄阵啊拢较能食吼，啊较无在调，啊我有几个两个妹妹。啊，一个哥哥，啊哥哥以前去做兵，啊做兵的时，我都无读啊，都算讲读到六年、五年啦。清明节，清明节遐，这个半下旬就开始采。啊，这个半的时间都实在人的啊，你要等到清楚早，就较早晚掉。拢采到三月下旬啦。我说你还无办到甜就好啦，再采啊，一再拿起你办到甜，办到甜唔了，它一输啊，无你要试嘛，就爱有一担。我这个新娘啦，我那时候就比较早婚了，我就20岁就嫁出去了，也是嫁在隔壁呢。啊，隔壁我先生这边也是务农，也是务农。跟他说务农的时候，过去那边也是很做啊，每天看到就算看到这物件吼，都拢手咱像咱手种的，像咱的海族同款，要养我们同款安尼，啊，咱有这好苦，咱都好受。所以我以前看到梅仔足爱，当作梅子树，像我生，是我生就对了。意思讲，全部生了海子蛋，咱人讲讲，伊阿伯吼，咱只细汉甲栽培，像讲咱只梅仔甲讲细汉咱甲栽培，啊伊大长话咱话伊饲咱就对了。像讲咱的囝呢，啊所以咧主要我足少，我足都爱梅仔足少办，足少。第一步走就先倒伫遮，先倒落来遮，啊，再拖，啊，再切刀先倒甜，先做个刀给它慢，吼，啊，这个才切开，啊，再做台切开，啊，电风扇切开，啊，切开它就会一直旋，啊，旋了我们就旋，吼，它大的会跑来做，最大的跑来做快，啊，第二大的都透的就跑来做快，啊，大的那就跑去那个，啊，这个是。装的，啊，最小的就跑去那边。伊只较无，伊只拢要工厂，用卡卡给用挂底啊，滴滴嘞，再就工厂的。哎，要工厂没有人要，啊，没有人要才开始卖米粉啊，甲卖文具的，才去买那个文书的才参销，共同那个农会共同运销的，啊，搞有粉啊来卖。啊，来买时才着胎，才着咸。第一遍啦。啊，遐几公斤？大家遐几公斤？20公斤。啊，五公斤盐。系20斤，二公斤盐。20斤梅子要2公斤盐。啊，盐就是这样哈，把它压下去哈，这样啊，压下去。
你要切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袂好再搁做，因为伊输啊尔。我看，我看一看，看下吧。因为你这个比较少啊，较少吼。哪样啊？你要家己看。较少较慢啦。一分钟就好啊咧。哎，安尼也袂个。我一分钟就好，啊，嘛要加新段，新段惊，新段若生袂起来，搁再慢讲，甲。哦，你个抓肉，你话消化，要么好食。哎，盐盐在倒落啦，我不管你个倒汤，好啊。我，那你那边倒。哦，啊，这个是弄好要七天，吼、哦，你只要弄来就安尼吼，加热，啊，放七天才晒，啊，晒即摆吼，我就冻到即摆七天啊，我先拍给你看，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写起哦，即摆冻到七天就安尼拍盐吼，嘿、哦啊，七天无六天也卖晒啦，但是七天盐就较够啦，盐食太多，食太多啦，啊，无是两三天也卖晒哩。这安尼搞起来来拍，那好天一工就。在风过度，世界都可以看到大小不同款，树长的年纪也不同款的梅树，看起来没什么特别，但不过都是村民用心保护的对象，甚至可以说风过度的每一张梅树都有自己的主人，每一个主人也都会互相开讲，您家那张梅树今年生多少梅子，在所有的梅树里面，惠真师姐都是向人客介绍，一定要去陈老师引导看看，陈建宏老师引导的梅树是对日本时代留下来，是七十几年的老梅树啊。就张阿姆哈，张阿姆快点买要回家来带你家。住在香港的哦，看到我们的网络来，我们这里住一晚民宿，那一个哦，有跟他带来这边赏月、赏梅花，晚上啊，那个真的就是。哎，就是哦，迄年因这花哦，白蓬蓬，啊，头壳拢会滴的，像安尼风头对哦，花瓣落来，唔是迄个油桐花落来咧水尔，唔是像安尼风头个落来呢。啊，暗时啊，迄月亮，迄光个作影的月亮好亮哦，在那个树下泡茶、看梅花、赏月亮哦。叫做三才天地人，这个代表天，那我们可以瞻仰一下天的伟大、天的高大，这个代表地。向下的啊、哦，代表地。那人存活于天地之间，啊、哦，这是自然的现象。啊，你有发现讲人真趣味哦，弯弯翘翘。好、哦，爱、啊、现这个景给人看，是给人教讲，咱人虽然有这个习性，有这个缺点，但是你未杀你阁继续。所以虽然人是有。咬弯翘个攀心，但是你爱直修直修，你是互你看讲安尼尔，你爱警觉家己。这个叫做怪者师傅啦，我自己起名字的啦。怪者比较师傅啦，没有那个我的腰部哦、喔，开刀完吼、喔、那个。跪不下去啊！180这边算我们自强村最高的啦，上面就那个实验林地了啊。另外，迄门顶就拢无迄位啊，阮下甲上门顶遐有啊，啊，过去拢树啊，都是实验林地啊。啊，这个叫水莲呐、啊，这个跟地瓜长出来，跟地瓜很类似啊，像地瓜那一种颜色。但是它的，这是一种地下的水果，它的水分很高，啊，可以预防吃一吃哦，那个血压会降低哦。这个嘿，好像比较没大量推展。以前我就是去那个宜兰那一方面的样子哦，那边有出产这个啊，然后觉得也还不错啊，就农会有卖，就拿那个种子回来。高海拔的产品啊，这个像都市吼、哦，上热的拢种不起来，种的好啦，但是它那个长出来的果实很小，
不会像这边，我这个最大的哈、哦、有三斤多、哦、一条啊，一条水莲有三斤多。我就跟阮先生离婚了，就去台中做啊。伊都爱签大家乐啦，啊，都无顾家庭啊。啊，落尾我想讲啊，安尼不是你冤嘛，不是办法，干脆就我搁两个囡仔讲要对我，我两个囡仔带出来。啊，离婚了，我就当来伫台中住两年啦。啊，落尾阮妹妹因都想讲，我囡仔较大汉啦，啊，较无负担啊，家庭经济爱。许可就可以了啊，啊就讲生一个母亲而已啊。然后妹妹就说，如果万一我妈妈身体不舒服啊啥，没有一个人在家里哈，要是有发生什么事情也没人知道，啊所以就回来了，就回来陪伴妈妈。在工厂里面认识的、啊。以前在台中啊，工厂在台中那个仁化路那边。我们以前农村的小孩子，其实那个婚姻的一半是父母在做主的啦。父母说好，我们就好啦。啊，咱较弟啦，咱整家囡仔较，而且以前的资讯也没现在说那么发达。对男女之间的感情，以前我真的也不会处理。我们订婚跟结婚相差五天啦。啊，以前那个。电话吼联络又很不方便呐、啊，啊，我妈妈跟我说的时候，嗯，怎么奇怪又没听他们去我家提亲还是什么的，怎么说一下子又要订婚了？嗯，他那种性情哦，还没要怎么讲啊？伊个讲话拢讲说话很夸口。自己做不到的哈，如果他能肩挑五公斤而已，他也会夸大到说他能挑到五十公斤。其实只能挑五公斤，他也自己说能挑到五十公斤。那时候也很恩望嘞，我不晓得自己那么快就被我妈妈决定说要结婚了啊。但是认识我跟我妈妈说，如果有人来提亲，叫他不要答应啊。啊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讲的，也不知道啊。以前哦，其实那种性观念我们还很保守啊。我们知道哈、哦，交高翁高哈、哦，不能跟男孩子睡在一起。这样不好，这个都没有用啊。啊，整理水桶的都没有用，往上翘的这个都要记。这个都要锯掉，这种的都要锯掉。那、啊、短的比较好锯啊。短的。如果是锯这个，长的是锯上面的，啊下面的短，短的没有带刺。这个枝往上跳，它会越长越高啊，就踩不到了啊。啊，像这个比较平，是不是踩站着踩就可以了？啊，那个一直高上去就踩不到了，啊就要锯掉。我来那种，我蛮好念佛的。我像那老人家跟口罩那样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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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跟念嘛。啊，靠一个串嘛，阿弥陀佛。我是无看音，我不要看音，我那阿弥陀佛，阿弥陀，阿弥陀佛。啊，直念我那去挂绳啊，早时啊，我那直早起直直念念个，挂绳挂到都酸啊，腹肚枵都歇困。啊，睏只那想了，啊，就讲阿弥陀佛，酸好多吼。即摆免用锁珠啊啦，锁珠较麻烦，你就想了就念，想了就念。咱保利灵岩山寺面，我是讲讲吼，迄阿弥陀佛吼，会当来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啦吼。啊，咱若家己采阿弥陀佛吼，要有光啊，啊，迄佛光会普照吼，普照阁足快。啊，咱若可比讲，即摆游客足济吼，啊，伊也讲啊，看着讲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一个精致就精锐啊，伊来生到迄个念佛的因缘，有得到的因缘，所以足好的。我的心愿就是讲，我本来我就修净土法门嘛。啊，净土法门对阿弥陀佛，我就足恭敬的，足爱的，叫爱个哦，拄着迄个灵岩山寺迄个因遐个师兄师姐啊，啊来就讲，哦，阮咧招咧采一支阿弥陀佛吼，啊足欢喜，啊恁真哩啊无吼，啊你无你来发心，你先第一支你先采，我讲好啊，啊我就较紧嘞，啊就随讲了，我就随发心，啊就该采落，啊等已经采两年啊。啊，即下游客来，大家若有迄个姻缘，都伊会甲伊合掌一下，讲哦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吼，啊，人伊人立一声佛，啊，你头脑咱的八字心中就有精气，有一尊，有一个佛的，会精气伫遐，啊，来生生生世世吼，伊就会实现一念佛。都阮头家，哦，伊本来嘛足勇的啊，咱真讲。伊毋捌破病了，伊真个拢喊伊破病，啊，到才四十空岁，我三五岁生一个吼，四十空岁，啊，伊较早拢在做梅啊，啊，做梅啊，生理嘛袂歹啊，啊，有一日都去做梅啊，就去骑迄机车，啊，去甲要去万宁算钱，较早阮都拢无车，啊，就骑一台机车要去万宁算钱，啊，要去算钱也是拄到民间遐，啊，讲拄到一台发财啊车吼。我讲对伊机车，甲伊交落，啊交钱要甲拖落，远去我嘛唔知拖到讲，哦，伊飞讲到几多？前就像我爸爸身体不舒服，以前的人拢会采心命啦，去问问神啦，求要会改变命运什么啊？像我们的那个家里面那个什么门啊，也是改了又改啊，结果我父亲也是这样啊，也是。没有比较好啊！以后我妈妈就慢慢接触到那个佛法哦，啊，就晓得那个个人的因缘果报都不同啊，就想得比较开了。我若无接受佛法，我一定做唔甘的，一定做痛苦的。想讲你放我一囝我，啊，我袂安那承受，啊，若接受佛法袂。计受好话，想讲啊，人生本来有生有死啊。你较早，你当做大病安尼啊，你较早去，你较早解脱，较早去西方啊。啊，艰苦是我念嘛，紧来啊，我都要啊，欠人家一个，我囝我这阵要共担。啊，你做好好去啊，我嘛甲讲啊，我讲你好好去啊。你的时间到，你先去。呀，拜你去西方先休息，我再过来度我。本人迄阵啊，在迄阵拢爱食梅啊，爱买梅啊买真少。嗯，那个便当饭盒啊，里面一定都会放一两个梅子。他们可能比较懂得养生。遇到困难要面对处理和放下，实在是很不简单的事情。苏姐跟妈妈在婚姻上都遇到考验，接受复活了后，发现只要看得开，烦恼都会消失，日子也比较清新和自在。现在母子两个人在风过道做工作和做环保，互相陪伴，希望可以把快乐和复活传给更多人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来，你去做香蕉，你去上楼头花啦，花啦，你唔好变个花啦，你唔好变个啦，上楼去。哦，上去，太大了。